收看欧野华语新闻，我是吴慧敏。欧野空间在12月8日及9日举行，我是小主播培训营，吸引50位小学生参加。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，学生坐上主播台，体验了新闻播报的滋味。我是小主播培训营的课程非常丰富，小主播除了了解主播的工作与条件，还学习播报技巧、主播的形体语言等，了解电视新闻工作的酸甜苦辣。两天的小主播训练营让学生体验主播的工作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难忘的学习机会。欧野小主播吴慧敏采访报道。